哇，这一道菜太扯了吧！天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去吃一间日本料理店。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我大学同学。好，讲个话吧。小电车啊。我们已经快要到了。今天来吃的这间日本料理店是位于台中市北区的森川洞洞美亭横丁，在台湾有数间分店，外观很有日式居酒屋的风味，加上灯光熏陶之下，散发出一种慵懒放松的氛围。店家也规划了内外用餐区，其主打的洞饭料理种类多样，但最吸引我的是隐藏版菜单。什么？还有隐藏版菜单？嘿嘿，就让我卖个关子，继续看下去喽。你们点了什么东西？我们有分生冻跟熟冻啊，这边是生冻的，然后这边是熟冻的。已经上餐了，上了第一道菜面。现在什么心情？怎么才上第一道菜，大家都拿手机在拍了？我们刚刚有点了一道明太子烘蛋，然后现在要请翔来介绍一下。Guys， 我觉得吃起来非常有层次感，为什么？有点像说它里面有软，然后又有蛋。So good。他们很贴心哦，点他们汤品内用可以续一次。等一下我就是要再拿去请他们帮我们再装满。希望女生有跟我们一起来吃饭。这一道是我们今天的隐藏版菜单。它这个鲑鱼很鲑鱼蛮对，鲑鱼很软，中间有层次，还有加上起司。对，它中间是有很加很多层的，然后鲑鱼上面还有一点炙烧的感觉，可以。所以这道菜你打几分？满分十分的话会给他八分。好。哇，这一道菜太扯了吧！天哪，我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一共有十八块。这一道是我今天点的主食，这个是炙烧鲑鱼冻饭，然后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二三四四块鲑鱼肉，而且哇，很大块。然后里面呢还有一坨绿色的，这个是瓦萨比，我先把它夹掉。然后还有一小片这个柠檬可以挤在上面。好，那我现在要来尝尝看这炙烧鲑鱼冻的美味。嗯，可以看到它把表面烤熟，但是它实际上里面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生生的，所以其实吃起来口感上蛮有层次。一入口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一股炙烧烤过的那种香气，然后咬下去之后，鲑鱼的腥味就整个跑出来。你今天点的是什么？你的主菜是什么？有小白冻，有小白冻，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有一个温泉蛋、牛肉，然后还有生洋葱，对，还有蟹肉吧。觉得它的牛肉好吃吗？好吃，好吃，加柠檬酸酸的，很好吃。我吃的不是跟你一样吗？哦，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你今天会给你的主食打几分？满分如果十分的话，对，八点五吧，八点五分，至少。你今天点的主食是什么东西？买鹿吧，买鹿。可以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菜色吗？里面有这个牛肉，味道呢？蛮浓，也蛮浓，很端。这样的分量对男孩子来讲的话是够的吗？吃得饱吗？男孩子哦，有的女生吃的跟男生一样多啊，还有的男生吃的跟女生一样多。
又不能说用性别来定义一个人的食量。哎呀，何老师开导，何老师开导，讲得好，讲得好。课本，今天我上了一课，谢谢何老师，谢谢何老师，下课。到目前为止，整体吃下来，菜色都很新鲜，然后分量也都给得很足够。那其实我们差不多都已经饱了，但是眼前还有一道今天的重头戏。好，我现在来挑战一口气念完这上面十八罐的每一个名称。好，我开始喽。那这个是这是什么？这算吗？这算吗？这不算。这个是马粪吗？不是，那个叫什么？海胆。海胆。开始。海胆、尾鱼、鲑鱼、鳗鱼。鱿鱼，好，再一次。海胆、尾鱼、鲑鱼、鳗鱼、鱿鱼、鲸鱼、干贝、新马虾。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一道所有名称。现场有没有要挑战看看？想可以吗？好，刚刚这是什么？海胆、尾鱼、鲑鱼、新鳗、金鱼、虾、鳗鱼、新鳗。好，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吃完了十八罐，我们应该有吃一半，那其他的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做打包。我现在我来问一下大家，今天整个吃起来的满意度，满分是十颗星的话，十颗星会给十颗星哦。我想一下，快。应该有九颗，好，九颗，8.5，8.5，8.5，9，我今天会给10分。今天用餐整个环境，然后还有服务跟餐点，我个人都觉得很棒，然后我也很推荐。其实注意看会发现，在店里的各个角落可以看到大量的手绘图，而门口的这片玻璃上更是画满了店家的菜色，让我们都忍不住在离开前拍上几张照片。这间森川洞洞没有公休日，一到日都有营业，也真心向大家推荐哦。嗨，问一下今天的金主之一，觉得今天还可以吗？好吃吗？OK 了哈，好，今天用餐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哈，大家今天都吃得很开心，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在下面帮我订阅分享，订阅再加分享，想要看我们吃哪一间餐厅或推荐我们去吃哪间餐厅，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好，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 ，See you 。